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，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更苦的煎熬，都忘不了，忘不了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，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将梦想捍卫，就任那独行的人在荒野奔跑，用基督相遇去永恒这依靠，一次次一遍遍溃散不像阴阳，放手破天道，就踏破洪荒直破云霄，在萧炎协助下，小医仙顺利清理了毒宗叛徒，也由此引来西碧炎和西山两位强者的围攻。面对实力强劲的萧炎，万蝎门门主西山唤出天魔蝎相助，不想魔蝎却被紫炎轻松解决。眼看万蝎门落入下风，暗中观察的魂殿使者这才现身，试图置萧炎于死地。而另一边的斗宗大战，西碧炎以最强技能迎战，小医仙被迫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。天毒牢笼，这恶难毒体果然棘手，连结界内的天地能量都被其污染，让我无法吸收。你可知道，恶难毒体每彻底解开一次，就离死亡更近一步。你想要和老夫拼命，老夫奉陪便是。给我出来！竟然被逼到再次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了，不知道他这样还能坚持多久，我必须速战速决，尽快帮彩铃拿下魂殿之人。西山门主，是在找我吗？你已无路可跑了，还不投降？Yeah!
拳棍，啊嚏！好诡异的火焰！哦，天魔蝎打赢了，来得正好，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小子，你这次是自寻死路！糟了，这小丫头使诈！就等你过来了。子言，配合得好。想走？仙山门主，今日你怕是没有机会见万仙的大圣了。八极风，肯定无比美味，我守定了。
还。来，一。范海英，难道是古族之人？真是倒霉。算了，今天先撤，再打下去就会惹火烧身。抓住他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我来。该死，刚才施展秘法消耗太甚了。这家伙伤势太重，几乎没有什么反抗之力了，比那雾护法好收拾得多。终于抓到这家伙了！你们敢杀我，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放心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想问你。先让他在里面待着，等这里的事解决之后，再好好盘问一下魂殿的消息。小医仙，谢老官，你这血魂诀并没有我想象中那般厉害啊。有何好嚣张的？若是没有这恶难毒体，凭你这般年纪，连与老夫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只有失败者才会找借口。不要着急得意，恶难毒体每一次爆发都会令你离彻底失控更进一步。看你这模样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进入那般地步了吧。小医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魂殿那个家伙收拾掉了。看来你解决不掉他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必了，我已将恶难毒血打入他体内，今日他难逃一死。真没想到啊，铁护法竟然也败在了你们手中。不过你们竟敢对他动手，日后怕是要不得安宁了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万邪门门主已死，你快去陪他吧。结束了，血老怪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不可能抵御住恶难毒血的侵蚀。
所以再见了。恶难毒体果然恐怖，老夫今日的确难逃一劫，不过你们也要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快退，他想要自爆。小心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念完几圈何时会相见，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诚意蜕变就不